地下道过马路了，出的很早就有所谓的被企业所认养的地下道，可是现在我不晓得为什么啊，今天我们刚好来看到它的某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比如说现在的灯光有一点点暗。好，然后我们现在顺着这边这个通道走过来，是舞台的这整座墙面上面有很多的 LED 的这个好像广告看板、电子看板的东西。那这个作品呢，来，你们在资料上有没有看到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谁可以告诉我？小点点的小点点的城市梦游啊。小点点它其实是什么呢？这边其实请各位看我旁边这一块，这个其实是作品的一部分，在当时呢也特别就是突破了一般我们会想象中的一个公共艺术的作品应该就是在基地的范围里面啊。可是当年他特别突破了，跑到基地对面的隔着马路的这边来做了一个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呢？这个原本啊，这边有一个小的解说牌，他说请按下红色按钮叫醒小点点，看看对接墙面上发生什么事。也就是说，在那边，请看左边的第一个，那边有一个，其实是那个小人，那个走路的人有没有？他趴在那边睡着了，睡觉了，他正在睡觉啊。然后呢，他希望我们按了一下，这些图案会开始产生变化，我们把小点点叫醒。而这个小点点的灵感来源其实是什么？我们红绿灯的那个小红人、小绿人啊，他就把这个象征我们在都市里面到处可以看到这个小红人、小绿人，把它加上一些创意的想象，然后变成一个主人翁。然后呢，他在一个都市里面，他在梦游的时候，他都在想些什么？所以底下一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走路，或者是他因为睡着了，所以电视怎么样没有关，所以电视就是那个画面啊。然后有很多很多可能是他心中的想象的东西啊。那这些其实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可能有一些些的你自己的想象、幻想，或者是你觉得你梦中会看到什么东西。那其实它本来是一个互动性的装置，就我们刚刚提到，你按了一下，它开始会产生一些变化。可是现在这个装置显然是已经没有作用了。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推动公共艺术的时候很两难的地方。一个呢，我们很希望结合现代的科技、现代的技术啊，然后加上很多现代的最新的东西加进去。我们希望有一些互动啊，有一些电子的东西进来。可是呢，这种东西因为在公共空间里面，当你有互动，比如说有互动，就会很多人不断的按，它就会很容易故障。那么公共艺术一旦故障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它很难去维护。我说对西洋古典的画作有接触过的话，会觉得这幅画很眼熟啊。那这个是秀拉的一幅作品。那不过比较有趣的是，大家仔细看一下，你会发现它跟那个原始的作品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结合了现代的元素，因为躺在那边头上戴着耳机啊，手上拿着 notebook 啊，所以它是很巧妙的把一个古典的画作的精神，还有它的画风结合在一起，然后呈现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呢，它原本的画风就是用很多的小点点，用不同的色块画出这个作品。
可是呢，他在这边把它用马赛克镶嵌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它其实很有那个原画的味道，可是又有一个全然不同的新的精神。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是很值得鼓励的。我们来看，如果说一个马赛克的作品，它的瓷砖镶嵌的时候啊，是用手工贴上去的，也就是说，那个纹理是顺着它的图案出现的。我们比如说来讲，这边有一条曲线，它的这个是这样切过来的，而不是打方格拼出来。因为打方格，你会发现那些图案会有锯齿状，有没有？那种，除非那个方格的那幅画很大很大，你远远看可能那个锯齿状不那么明显。可是小小的那个尺度没那么大的时候，那个锯齿状就很明显。那手工的优点就是它完全是顺着它的去做的啊，所以这个是比较细致的。那这一幅呢，有一点点缺点，就是说因为它是玻璃的，所以当它在处理的时候，其实因为它没有办法做那种填缝做得很好，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危险性的。这个边缘，那个玻璃切割的时候，边缘都是很利的，所以你们不要去碰它啊。那将来你们就知道说，哎，有些马赛克的作品是很漂亮的，然后你也懂得去欣赏什么叫做好的作品，什么叫做电脑排出来。那比如说你们如果有机会到内湖的文德站，内湖线捷运内湖线的文德站里面有一幅很大的壁画，是用瓷砖镶嵌出来的。那幅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而且它镶得很好啊，那整个填缝啊，整个表面的处理，还有它运用不同色彩的这个瓷砖的颜色去把那个光影的变化，我觉得呈现得非常好。所以如果有机会，哎，你们可以搭内湖线，内湖线上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作品。OK， 那我们再继续往前走。以一个作品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有一种震撼的效果。只是这个作品，它如果出现是在一个很宽阔的广场上的时候，也许它的那个效果会更强烈。那在这边呢，我就顺便提到了，其实有另外一件作品，也是属于它本身作品非常好，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放的位置的关系。那当然有的时候它是反过来，可能是这个位置的所有权人他很喜欢这个作品，他希望要摆这个作品啊，所以有的时候是艺术家他没有办法碰，他是被选择的。好，这个作品我想大概是当年这个东华南北路上的公共艺术出现了之后呢，算是比较受到瞩目，大家比较觉得好奇的一个作品。大家有没有发现，光是在这个路口有三匹马出现了，那边有一匹大的马，有一匹斑马，这边还有一个斑马的屁股啊。那很多人就在那边开玩笑，因为这个马市长上任的时候，因为刚好这个落成的时间点差不多在马市长上任的时候，这很多人就说啊，艺术家都很爱拍马屁耶，那个马市长一上任啊，怎么就做了一堆马屁跑出来了。其实并不是啊，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些案子在艺术家在做的时候都还是叫做陈市长的年代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斑马屁股跑出来呢？有人就在那边笑说，这一看就是要拍马屁的感觉。事实上，艺术家的确是在要大家来拍马屁，可是为什么要拍马屁？我们刚过马路的时候，我们走什么斑马线啊？对，它是其实是说，当我们要过马路，要靠斑马线，我们走在斑马线上，可以保障我们行人的安全。所以，当我们要过十字路口，我们要走这个斑马线，我们要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先拍拍斑马的马屁，让他平安带我们过马路。好，我们进来这个鸟笼里面啊，绝对不是来当笼中鸟啊。为什么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笼子没有门，门已经打开来了啊。所以这个作品呢是徐秀美小姐，她本身呢原本
是一位画插画的插画家。那其实他做这个作品出来的时候，我们光是从那个模型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兴奋。一来大概是，它颜色，因为我们看一路看哦，那时候提案的各个艺术家提出来的这个作品哦，很少有缤纷色彩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有颜色比较鲜艳、高彩度的，就觉得这个作品看起来蛮可爱的。好，那么这边呢，这个作品你可以看到这个牌子上写“鸟笼外的花园一”，另外还有二在那个地方。那这是一系列一组的作品。这个作品其实在当年这个整条东华南北路有九个作品一落成之后呢，这个作品是第一个上媒体曝光的，在根本还没有做任何宣传之下，它只不过做起来都还没有验收完成哦，就已经有汽车的广告拿这个地方来取景，他的车开过了东华南北路、东华南路，然后背景就闪过了这个鸟笼让过去，然后后来呢，陆陆续续的就看到偶像剧拍摄的时候，也发现走在大街上的场景，不经意的后面就可以看到鸟笼。